香港啊，而且我们也亚洲所以那个讲广州的大家好。如果我们要关心香港，我要讲的是，我一直在想，我一直在听这个，我们这个提了这个案子有三，全部有第一个有前面有四项，三全部三十项嘛。我们部落会议经过了好几天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感受到什么，你知道吗？我感受到我们的主理在为我们这个山哭泣，为这个山哭泣，为什么呢？哦，讲好，为我们山这个哭泣，因为这个山被挖走了，被带走了，被卖给其他的国家，永远是看不到的，永远是看不到的。我为这个事情，为这个我们美丽的山，这是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这个山，我在那里，我的心里掉了眼泪。我说，我们的传统领域永远是看不到，我们的子子孙孙也是看不到了。好，那现在那个我们的副主席讲得很清楚，这个是不是我们随便去定这个？这个条件的啊。我对不起好多人，心情好糟好冷，让我哭，别安慰我好吗？跟雅尼要求这个事情，最重要是我们经过神圣的这样去评估去讨论研究以后，我们才定这个几项的这个要件。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部落他们所讲的所提的都是讲这个讲那个讲那个，其实这个是不重要，一切是很重要，不是不重要，会被骂了。最重要的是两件事情，在我的看法里面，亚洲水泥要如何来补偿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山呢？第一个，我们要求从民国1962年开挖到今天，一定要有一个补偿金的一个机制。第二个是我们要的是，像我们副主席所讲的，每一年有3500万要回馈给我们这个护士村，这样是合理的，对不对？我们如果说我们这个达到这个共识，你们能接受的话，我们也是可能会生命会慢慢的没有消失了。好，希望说亚洲水泥有这个诚意，要去看我们这个公文里面的那个诉求。好，还有我们的政府，好，一定要有一个。因为这过去啊，按照这张画的话，
现在五分钟了，我已经多两分钟了，不好意思。我讲再讲一句话，希望说哈，我们你们养，不要养错人啊，不要养错人哦。你们今天花了十几亿给县政府，对不对？他给我们乡部就产三千万，这个应该拨给我们波斯安部落的，但是你们给他的那个给地方政府的那个他矿物税。那个不是矿物税嘞，他不是给那个中央政府的嘞，对不对？你们养了这些一年十几亿，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呢是你们。要拆掉，好，要离开。没有，互相保留证据嘛。你要保留你的证据，没关系，你就拍。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好，那个店你先拔掉，好不好？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你赶快去拆，你不要再拍我，我有权利哦。你也在录影嘛，好不好？你去拆了，赶快去拆了。哎，我知道我会去拍。先生，你刚刚就在，我不要你叫，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你叫什么名字？你就直接拔掉，好不好？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店，所有财产，好不好？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你先把它拆掉，好不好？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你那里拆掉，这是你的信吗？这个亚尼的主力动力，主要动力，要当你们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会帮助你们啦、啊。不好意思，五分钟，六分钟了啊、哦。那这样啊、哦，那个邱村长在啊、哦，他是首席副主席，我给他三分钟一样。OK 哈，我刚刚听地主的地方后，我们刚刚就是拿了这一份陈情书。请他们帮忙，但是我作为村长哈，你说亚洲水泥，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其实他回馈机制是有在做的哈，三年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好，确实有做什么就有做什么，哈，你们说要做什么，尽量会做，房屋修缮，哦，都有在做啊，哦，并没有说像他们做什么都没有做，不是这样，你们的意见都很好。我都站在大家的想法，请亚尼帮忙这样，哈、哦，这么久了哈，因为亚尼，我实在告诉大家了哈、哦，我当村长的一天，从来没有听村民说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哈、哦，其实亚洲水泥哈、哦，我们看不到他在帮忙我们地方，差不多一年应该是有超过1000万，类似那个急难会住、房屋修缮、冰顶，那倒是我任内里面是争取的。是大家的努力，我一直希望期盼就是说大家能够和谐，毕竟哈，大家哈都是要养家，真的，我是以前很反对养猪水泥的，当我有一天当爸爸的时候，当这些村民的时候，我以前不是带大家冲锋陷阵到山上不是我吗？可是当有一天村民跟我讲说我很乐意帮助大家，哦，我们不要说他们没有帮到什么，其实这个是不应该这样讲的，哦，到目前为止，真的，我不是帮亚洲水泥讲，我再特别讲了，他有做什么，我就要诚实告诉大家，哦，这样，谢谢。那再来，我就要请我们乡长先跟我们。再来跟声音，不要那么。哦，大家都有听到大家的声音了。我相信亚尼这里，今天收到这30条的那个建议，我想你们要好好的去跟你们的长官报告。我想有些时候，你们提出的意见，好、哦，乡长是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我尊重大家的意见，我尊重大家的共识。那你们的共识怎么去建立？
你们讲好不能忘弄，你刚刚那个三十条的，跟我们那个斯卡的那里，我还好个天呢，很多空他木的麻烦的，给跟东西搬来位，要是他们是企业单位嘛，我的那边工地。Manu manu karena tegar ni karena manu ho, karena mu sepukut ini karena ga muda ho, aji muda, tanya nak dia kira, saya juga cintian, jadi so.你妈妈有没有什么口头禅？德鲁古话口头禅。BB。哈哈哈哈哈哈！这他的口头禅是 BB。BB。哎，妈，还有妈什么 ？BB。好。好，讲完。OK， 我们继续问完。好。好，他们也是来帮忙，因为有些东西是公所不能帮忙的。比如买乐器啊什么，因为我的妈要干，我在那边他妈要收实习啊，用部落的人来教部落的孩子，这是非常棒。还有我们的那个课后辅导，那个也是部落的人带着部落的孩子哈，协助他们课后的辅导工作也都不错。所以大家一定要平好好的好对话，好我们一起来努力哈。那边不然别个要是公司没运动啊，那么还得好要顺。谢谢。那我请那个田议员。各位长官以及我们的乡亲，大家好。要多提一些环保的事情，然后也希望我们企业化能够再地化嘛。那我议员这边对于你们刚刚的意见，真的表示尊重。那如果我们族人他们的意见坚持是要往哪一个方向，我们就支持，我们就尊重，好不好？那来这边也不要吵架，因为吵架不能解决任何一件事情，我们把你们的重点告诉他们就好了。那因为我知道亚尼从我小时候就开始抗议到现在，我们的小孩子要工作，这也是很重要。真的好大。但是亚尼真的有敦亲睦邻，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那问题土地为什么会变成是给亚尼去弄？那个是要追溯。一个政府中央去了，
不能去怪谁怪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坐下来静下来谈我们要的是什么。那我们也不能怪亚尼，也不能怪谁，因为问题还是要解决住在这里的。因为我们住在这边，我们以后我常常想，我常常讲，台尼亚尼，你们这些矿都挖了，我们剩下什么？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剩下什么？没有。那是不是机制的问题？逼的，别的全部都挖光光了，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剩什么？也没有了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很慎重的去想这个问题，环保方面、土地方面，还有机制方面。好，谢谢大家。好，那在座有两位，台北下来原民会，谢谢。那矿务局呢？好，那在座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好，那谢谢大家了，谢谢乡长，谢谢议员，还有谢谢这个部落会议，还有自救会的一些朋友，还有谢谢我们在场的这个族人，还有我们这个帮忙最多的我们自己的员工，还有我们的合作协力厂商的员工。好，那个介绍一下崇德，跟别村哪里不一样？有那个卡拉 OK， 有那个酒鬼，还有三村，还有那个多黑，有小偷，有 people。还有那个很不老的那个人虾。德国有什么口头禅？平常逗。Das Baby。还有呢？保护 Das。那个走开怎么讲？乌沙。乌沙啊！乌沙沙沙。今天的说明会呢，很顺利的哈，很顺利，而且很和谐的啊，在这个时候完成了哈。那我们亚尼跟部落之间这个沟通的大门哦，永远是敞开的哈，敞开的。后续我们会持续跟部落会议这里呢保持联络，那看看后面怎么样继续做沟通跟协调。好，谢谢大家，谢谢。干你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那个泰鲁格族话跨沙小怎么讲？马努卡达安苏。泰鲁格族话超级白怎么翻？太阳跟努比比苏。你这样，你为什么要上网？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要上网？什么事情？为什么要上网？什么事情？你应该知道啊，是你上的啊。什么事情嘛？那要问你啊，是什么事情啊？你找我干嘛？就是你上网的啊。上什么网？我放林依龙怎么了吗？啊？没有，我说我烧垃圾啊。你烧垃圾然后呢？是你上的吗？怎么了？我女儿跟我讲的。你现在什么事情？我有影响到你吗？里面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是吗？对啊。那你死了没有？然后呢？那你为什么不讲台语？那台语不是更毒吗？你去检举嘛。你要去检举啊，
你都来这边拍了，你今天是来，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你今天是来恐吓我吗？我没恐吓你，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那你就回去了嘛。可是重点是，我烧的有比台里土吗？我是问你。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我问你嘛。我有烧塑胶吗？有可以烧，有没有烧衣服？那都是有毒物体啊！你那是木头吗？可是重点，那个是我自己烧，我在我家烧。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整个操场都是，从昨天我闻到现在，真的不舒服啊。从昨天没有，我昨天没有烧哎。你现在要干嘛？我只是问一下你现在指责我是吗？为什么不能 po 文？你为什么？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啊，对，是面。你现在来恐吓吗？我没有恐吓你，那你为什么不 po 台里的？我为什么不能 po 文？你为什么不能 po 台里的？你强迫我做什么？我没强迫你啊。那请你回去嘛，离开嘛。你都已经 po 我了，你为什么不 po 台里的？我有指名道姓吗？是没有啊。我有拍门号吗？是没有啊。那你还不谢谢我啊？你要收罚单吗？你要收罚单吗？你要让我收罚单吗？你要收吗？那请你离开，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什么叫灭火？那你就叫台里去灭火好不好？你先讲台里再来。我现在打110报警。你打？对。对，你打。现在打，我等。